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忏法意。He answered, "So far, Venerable Buddha, it'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ears. I now see and hear it, receive and uphold it, and how profound the Dharma class repentance means." 诸佛菩萨、诸佛善人、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研究慈悲三昧行忏。我们现在呢看的是，要赞叹普贤菩萨，因为我们要开始忏悔，一定要请普贤菩萨来，所以我们进入要看这一些偈颂。我们一起读，请他的。有一菩萨结跏趺坐，名曰普贤，身白玉色，五十种光，五十种色，以为相光。现在我们要认识一位菩萨。有一位菩萨呢，他是坐的，他不是站住的。他结跏趺坐，就是双盘啊，也叫莲花座，也叫金刚座。那他的名字叫普贤，他的身体的颜色是白玉色，白白的，他身体白的，白玉色。那这位菩萨身上呢，放五十种光，每一道光呢就有不同的颜色，总共有五十种颜色的光。从哪里放呢？他的像，所以普贤菩萨颈项放五十道光，是五十种颜色。我们要认识这位菩萨吗？他跟我们也缘分。以后你去极乐世界，就是修看普贤恨。所以呢，我们要认识普贤菩萨。华严经，它属于上首的菩萨，很重要的。三诸毛孔流出金光，其金光端无量化佛，诸化菩萨以为眷属。这位菩萨呢，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放金光，所以刚才是说他的颈项放五十道不同颜色的光。那其他部分呢？其他身体的部分都有红的毛孔啊，他每一个毛孔都放金光，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如果看到普贤菩萨，必须是这样子的才是普贤菩萨，要认识清楚。然后呢，很妙的哦，他所放出来的那些清金光，金光的尾端就化出很多佛，无量无边的佛，不可思议哦。普贤菩萨他来的时候，他也带很多佛菩萨来了，他的金光尾端无量化佛，还有每一个化佛有无量的化菩萨，佛菩萨我们可能这样讲，佛一定有很多菩萨跟他在一起的，听他讲经说法的。那所以呢，普贤菩萨身上就放这样子的光，变化很多佛，很多菩萨。这些菩萨诸化菩萨以为眷属，是谁的眷属呢？这些化出来的菩萨呢，都是那些化佛们的眷属。安详徐步遇大宝花至行者前，其相开口，于象牙上诸持玉女。五月玄根，虽然你讲但是如此的，因为他结跏趺坐怎么样安详徐步呢？怎么可能结跏趺坐又走路呢？所以是指他坐在那个大象上，那大象呢慢慢走啊，因为看过大象走路用跑的还是慢慢走的，大象走就是慢慢的很安详徐步的在走，慢慢走，一边走一边呢，天上就下雨，这边要读成玉，第四个音表示是动词，玉大宝花，就是说这时候天上就下了很多花，不是下雨，是下花，宝花，各宝贝的花。自行者前，普贤菩萨呢，这时候我们在这里拜忏他会来，你们说看你们诚心不诚心，应该会的，因为他会来做证明，只是我们业障重他不让他，
心了，你就会见到的。嗯，哦，见到就很好了，就表示你的罪业消了很多。这是有的古来高僧大德，他们都是修行修到有一段功夫了，就会见到普贤菩萨。一见到普贤菩萨就非常好，就表示你已经快要做他的眷属了。以前有一位法师啊，他专门修《法华经》的，《法华经》的最后第二十八品也是讲普贤菩萨劝化你，劝人家持《法华经》啊。这普贤菩萨很重要哦，金刚之王的《法华经》，他也在里面劝大家要诵《法华经》，修《法华经》。然后《华严经》最后一卷呢是普贤和愿品，啊，也是劝你啊要圆满你的佛果，进极乐世界。总而言之，普贤菩萨呢，你修大乘法华严法华呢，他一定会默默中呢，在那边观察我们。等你一年成熟，你就可以做他的眷属。那以前有一位法师就是这样子的，他修法华经，修到很清净，他一个人在深山里面住，一个毛棚哈。那在那边修到快要成就了，快要做他的眷属，普贤菩萨就来考验他是不是真心。那就是他晚上的时候啊，很夜了，就来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是年轻美貌的女孩子，拿着一个篮子，那个篮子有两个蒜头。然后呢，就敲门啊，那法师就开门啊，一开门看到是一个这么夜的，怎么有一个女孩子来敲门？那个女子就跟他说，请法师慈悲，这么夜了，我想要跟你借一碗留宿，可不可以？要不然我不知道去哪里才好，已经很夜，我不能再走了，请法师慈悲，让我在你这里留一晚。然后那个法师真的是很慈悲，因为他修法华呢，也是《法华经》里面讲，佛心者大慈悲事，佛的心就是慈悲心，所以你修法华的人一定要有慈悲心的啦。所以这个法师看来呢，亦不如是，他很慈悲，他讲虽然不应该男女共住在一室，可是呢，他有智慧，他不但是慈悲，他还是智慧，所以呢，他说你不能进我的房间，你只能够在走廊那边，户外那边有一点点啊盖遮阴的地方，你留在那边睡好了。然后那个女的呢，就这样听到的话呢，就留在外面房外。然后到了半夜呢，还是大吵大闹，在那边哭啊哭啊哭啊。那个房子就奇怪，就出来看哦，他在哭什么？他说我肚子痛得不得了，痛得要死了。那请法师慈悲，按摩按摩一下我的肚子。然后那个法师呢，他是真的很慈悲，又有智慧，所以他用什么方法？他没有用手去碰他，他呢就用一根木棍，木棍的后面呢是包布，然后就这样子点点这样跟他按摩他的肚子，所以身体没有碰到他。这样按摩到一阵子，他就没有痛了。没有痛呢，法师就继续去睡觉。到了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女子呢，就在他眼前呢，就升天了，就变成普贤菩萨，两个蒜头呢变成莲花。然后菩萨跟他讲，我其实是来检查观察你是不是真心修行的，那么我看你真的是有真心，没有动念哈，所以呢，你不久就会做我的眷属，可以跟普贤菩萨在一起，跟他学习修行啊。所以这个普贤菩萨到我们忏悔的时候啊，他会安详息步坐在那个大象上呢，来到我们自行者前，来到呢修行者的前面。这时候呢，这个大象就会开口，张开嘴巴。大象一张开嘴巴，看到它的牙哈，象牙上呢，就变化出很多呢水池，水池里面有美丽的女孩子哈，玉女。这些玉女呢，就鼓乐弦歌，会弹音乐，会唱歌。北传的佛教跟南传佛教是不同啊，北传佛教呢做法会什么都有很多法器，有没有？南传佛教的比较简单，没有，就什么法器都没有，就是这样，南无大沙巴达瓦多阿拉哈多三藏三菩萨，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大乘的呢，就是说北传的呢就会有音乐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表示供养啊，用音乐来供养三宝，供养佛，有供养的功德。因为供养有很多种啊，有十种之外，还有包括音乐。
唱唱一唱啊，好像这个有一幅山间叫，哦，我这么好听的音乐是吧？因为你要真正能够圆满的忏悔，我们不是单求修习只为了忏悔，你知道吗？我们拜忏的时候，我们也要修其他的法门啊，修广修供养啊，我们趁这个时候也来种一点福啊，供养用音乐来供养佛。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有时拜的调子好像很开心的调子，或者很好听的调子，那个是为了供佛。所以一边礼拜佛啊，一边呢就唱好听的调，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用供佛的心态去唱。所以不是每一个调都要悲哀的哦，不是的，唱悲哀的时候就是要叫你要忏悔啊，忏悔啊。所以我们有时有各种调，你不要起烦恼，你要知道，哎，当我唱这样的调呢，就是叫我要供养佛啊，供佛、赞叹佛啊，对，不只是供养，还有赞叹这两个。第二个愿嘛，称赞如来，广施供养，这两个，那你就是要唱好听的赞，好听的音乐。所以这个就是那时候就是修这个，然后呢又要忏悔，所以这个各种各方面一起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的拜忏是不是从头到底那种难过那种的哈。OK， 继续。其身为量，赞叹大乘一时之道，行者见礼欢喜敬礼。那些天女、诸持律女们呢？她们唱歌啊，也有弹音乐。她们的声音呢，还有她们的音乐声音是很微妙的哦，不是单纯的声音啊。声音发出来的声音是在赞叹大乘法。大乘最好的法啊，就是这个很 special 一时之道。我们是走这个道，什么道？唯一真实的道啊，最真实的道。就是成佛的道，就是赞叹这个大乘唯一佛乘的道，这个就是《法华经》所讲。我佛说我来到人间，其实就是要教你们成佛。之前教你们修声闻啊、缘觉啊、菩萨啊，那个是全小方便。我真正要给你的哈，最真实的法就是佛法，我要你成佛。所以我们要赞叹这样子的道，一时之道。那所以你们学佛啊，你们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要做菩萨、做罗汉还是成佛？啊？后面的人成什么？成佛，不敢讲啊，怕成佛是吗？还是觉得没有资格成佛？有资格的，有佛性都可以成佛了嘛。OK。那行者见你欢喜敬礼，我们这些修行人，如果给我们真的有一天见到这个境界，你会不会欢喜敬礼？你会开心啊！你一定会很恭敬的拜礼拜普贤菩萨，这个不是求来的。你当你功夫到了，你就有这个境界，但是也不要执着这个境界。不过有这个境界，就有一点有希望的啦。尤其是说普贤菩萨跟你摩顶受记啊，你就决定一定可以成就，绝对不会再堕落三恶道了。就像你修进入法门，你修到成就了的时候啊，你就佛会跟你讲什么时候你可以走了，他就可以让你立志实质，这个就是 guarantee 一定去了的，而且可以选择哪一天去。所以这个就是因为真呐、啊，真到底呢就会有感应，这是才是真正的感应。所以你们学佛啊，如果没有拿出真心来修哦，不会有什么大成就哦，会有种一个原因。动一个音，来世再继续修那种，那来世会不会修成功又不知道的哦。所以你要最好保障啊，今世一定要成就的。今世要成就你的心哦，学佛的心，念佛啦，做什么事情啊，要越来越专心，越来越真，这样才能够真到极点就有灵了，就一定能够成就。我们继续读，复更读诵甚深经典，遍礼十方无量诸佛，礼多宝佛塔及释迦牟尼。我们这些修行的人呢，我们不但呢欢喜顶礼普贤菩萨，我们也要诵读诵甚深经典。我们要诵什么经呢？大乘经，
譬如《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啊，这些都是甚深的经典，我们要读诵，我们修行人要这样子去修。不但如此，所以呢，单单诵经还不够的。如果你要修圆满教哈，圆满教就要各方面去修的啦，哈。那什么呢？要读诵大乘经典，然后还要遍礼十方无量诸佛，普遍顶礼十方佛。就是所以我说，上人给我们的法是最妙的啦。一年里面你拜我们宝忏是什么？遍礼十方无量诸佛，然后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用我们诵华严经，就是读诵甚深经典。啊，每天又有拜大悲忏、拜愿呢，这个都是礼敬十方诸佛。我们的功课里面都有唱赞啊，这些都是赞叹，我们都在修普贤十大愿的，在上人的道场。所以这些都是重原因，将来我们能够哦，真正的，因为你有这个机会哦，又做这个法，你才会哦学大乘法。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可以听拜水忏，为什么你会有机会诵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你知道为什么吗？都是因为过去是你们都拜过忏了啦，没有拜过忏的很难有机会，因为在华严经里面哈，有第六十卷。就是入法界里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哇，那个境界很不可思议了。我讲华严经的时候，无量无边，从十方世界来了很多菩萨来到印度来听华严经。那时候呢，整个普光明殿，就是那时候在那个地点，那个时候呢，这一体呢是。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几乎都圆满，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变成很庄严、很庄严，非常好看。可是呢，这种种境界呢，所现出来不可思议的境界呢，当时的阿罗汉们没有一个看到。他们呢，就是有眼不见如色那，有耳不闻圆顿教，你知道吗？啊，就是他们虽然在场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像假如你们呢带你的 baby 来，那 baby 才三个月啊，或者是呢一岁、两岁、三岁啊，他在场，他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他不会知道的，一样的意思。他们并不是 baby， 但是在大乘法里面他们是 baby， 因为他们的菩提心不够大，智慧不够，就像小孩子 baby 智慧没有开，他不知道我们讲什么，一样的意思。那还有为什么他们这时候并没有办法去了解当时的境界？听闻大乘的这个华严经，就是因为在过去是生生世世他们是学佛没有错，但是他们不但看佛，不但看法，不但看僧，佛法僧三宝他们不但看，当时佛陀的时代那些阿罗汉们，他们在过去世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喜欢寂静，喜欢安静。啊，不喜欢唱赞啊这一类的，因为一唱赞就会很吵啊，所以因为这样就没有结下跟大乘法的缘了。所以当佛演大教的时候讲华严经，他们没有机会，有眼看不到，有耳也听不到，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大家呢要了解，所以为什么连阿罗汉都听不到，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反而还可以诵华严经，每一年都可以诵。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有什么福报？因为我们呢，还喜欢说，哎，来到场唱唱一下，唱赞啊，赞叹佛啊，赞叹法，赞叹僧啊，很有兴趣。有兴趣啊，也就跟了。因为呢，如果你是来大乘的道场，我们所唱的赞呢，都是里面的内容都是大乘的教理，都是赞叹佛菩萨啊，还有他所说的法。因为这样子呢，等于是赞叹大乘。所以你就可以接触到大乘的经典，就是这么简单啊。那还有呢，我们要普遍礼拜十方无量诸佛，也要礼什么呢？多宝佛塔跟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特别讲多宝佛塔跟释迦牟尼佛？因为呢，普贤菩萨呢自己讲过了吗？他说有人要忏悔的话，我一定给他做证明。那这个呢，在法华会上呢，他就是有这样子的愿。然后呢，法华会哦，有两位佛是最重要的，一位是释迦牟尼佛，一位是多宝如来。因为多宝如来有发一个愿，说只要将来他已经住涅槃很久了，是过去很久的佛，
他发一个愿，我入涅槃之后，只要呢今未来际有任何一个众生成了佛，他一讲《宝华经》，我一定会坐在多宝佛塔来现场听经，证明《宝华经》是 the best sutra 啊，就是这样，有放过这个愿。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讲《宝华经》讲到一半的时候，多宝佛塔就出现在虚空中。啊，就有这个境界。那我们要知道啊，你看佛是很精进啊。为什么呢？你们想想，多宝如来成佛了，成了佛入涅槃了，还不休息耶？他还要做一个工作，只要有佛一成佛，他还要视线出现出来啊，还要做这个事情。他没有说哦，大事一办，什么都不用做了，他还这样慈悲啊。为了《法华经》，他去证明《法华是最好的经》这样子，所以我们呢要感恩，要跟这两尊佛学，跟谁呀、啊？多宝如来学。即使成了佛，还是要继续不动灯啊！还有呢，跟释迦牟尼佛学。没有释迦牟尼佛，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学佛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顶礼两位恩师啊。最后一段。并礼普贤诸大菩萨，方士誓愿，若我速福，应见普贤，愿尊者遍及是我色身。并礼普贤诸大菩萨，我们也要同时顶礼谁？普贤等等的大菩萨们。然后我们要发一个愿，发什么愿呢？发愿说，假如我以前呢有修过很多的福，过去有种福，种什么福呢？能够见普贤菩萨的福，那么呢希望尊者遍及，尊者遍及就是普贤菩萨的意思啊，普贤就是遍及，普遍吉祥，希望尊者普贤呢是我色身，让我见到你啊，就是见佛见菩萨。那见菩萨的话呢，就真正的是说可以消罪业，一定是能够成就。不过我们这个不是用贪心去见，而是说修了啊，水到渠成，时间到了呢，你该见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不是像现在的人哦，贪心来学佛啊，学佛不到一两年就很快要看到成绩，如果这样你很容易走错路了，你会找到邪师的啊。我们不求这个，不过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真正见到佛菩萨的，因缘成熟了就会，那只要你老老实实学，慢慢就可以了。我们来一起来赞叹啊，这佛经啊，一起看啊，合掌。由于菩萨戒加趺坐，名愿摩诃萨埵三如是众花不虚众生，以为向往三诸毛空，两手齐光齐金光满如莲花佛，诸佛菩萨以为觉殊安详虚不与大宝光之心真切吉祥开口与相压上，主持与你不约显个其身为两三个大神必须知道关系紧密，不可独守，深深经典遍地十方无量诸佛，一多宝佛塔，即释迦牟尼并礼普贤诸大菩萨，发誓誓愿，若我速福，应见普贤，愿尊者遍及是我色身。所以我们呢，要开始来普遍顶礼无量无边的佛，还有呢经典，还有菩萨，也就是表示我们现在应该要开始来顶礼十方常住佛法僧三宝。大家读：一心顶礼十方法界常住佛。我们这时候不可以打妄想哦，你既然讲一心，就不可以打妄想。所以维容师讲一心心明十方法界常住佛，那就起鼓了，乒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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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得这一心顶礼，谁能顶礼谁？十方法界常住佛。什么叫常住佛？就是还在住世的佛，还没有入涅槃的佛。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了。不过呢，这个时候有十方世界很多世界的佛还没有入涅槃，他们还在住持佛法，所以叫常住佛。我们应该呢，要顶礼他们。这时候虽然释迦佛不在，我们要依教奉行，我们还是要皈依十方诸佛，所以我们顶礼十方法界常住佛，还有十方法界常住法。十方法界既然很多佛还在世，也是佛一直在转大法轮，有佛法，所以我们也要顶礼常住的法。还有最后一个，大家都一心顶礼十方法界常住僧啊，这个呢也要顶礼僧宝。这些僧人呢是常住，就是还在世的，还在世的所有的凡夫僧、贤圣僧啊，贤圣僧就是菩萨们啊，很多菩萨还在十方世界那边去度化众生，乃至于很多菩萨也来我们这里，还有阿罗汉都来我们娑婆世界度众生，只是他们没有念你知道他是谁罢了，我们也是要顶礼他们的。另外一个解释哈，这个常住呢，就是永远住世的佛法僧三宝，永远住世、永远不会入涅槃的佛法僧三宝哈，永远不会灭的常住佛。佛的法身呢是不灭的哈，佛的报身呢也不灭的，我们就是顶礼佛的法身跟报身。释迦牟尼佛入涅槃的是他的化身、应化身入涅槃，但是他报身没有入涅槃，他的法身也还在，我们还是要顶礼他。还有常住法，法哪里会灭？虽然说没有人学佛法，法还是在那里的。僧呢，常住僧，那些贤圣僧的话，他们永远都是贤圣贤的僧嘛。即使他们 OK 世现入涅槃，他们还是会继续在做出家人的，只是世现而已。那所以我们拜师水禅到这个地步，已经有做修了第一个离境诸佛啊。已经十方常住佛嘛，哈，法界常住佛，还有称赞如来，我们称赞普贤菩萨是称赞如来一样的，因为普贤菩萨呢是专门护持十方诸佛讲大乘经典的菩萨。然后还有我们呢也广修供养，现在开始广修供养供花，那有一龙师弟说，师父懂得格格不归，也只想花如花供养，会念这一句。叫大家跪下来，师诸众等，就是说，哎，各位啊，你们每个人啊，每一个人现在要跪下来了，常跪，啊，莲池香花很怎么样？怎么样叫莲池香花呢？你要很庄严的哈，也很严肃的拿起那个花来，那拿起花的时候怎么捧？要这样捧啊，对吗？大家，大家莲池香花。然后呢，如法的来供养啊，所以你拿着花的时候不可以太低了，要齐眉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鼻孔常常呢，呼吸气都气味不好，会熏到那个花不香，所以我们必须为了恭敬哦，如法供养，就要提高啊，在眉梢上如法供养。OK， 我们看。缘自生佛法，遍十方一切微妙光明堂。OK， 你们这样唱啊，你们要观想。我希望我的这朵花，现在只是一朵什么菊花啊，黄色的、红色的、蓝色都好。我这朵花呢，里面还有香哦，我们有放一点点香，檀香啊。那这个花跟香呢，我希望呢，我手拿的花香变成很多很多，普遍啊，多到多少啊？十方世界都塞满了我的这个花跟香。然后呢，它会变成什么呢？微妙的光明台，香花、香烟啊，那个会变成光明台，变成一个光明座的台呀、啊。那个台要拿来做什么呢？供佛的啦，给佛做的啦。
我们做供养的时候啊，我们一定有音乐、有香啊、花啊等等的这一些法物呢，熏到法界的所有众生那里去。哎，是这样子的啊！我昨天不是讲吗？我们在那边共修的时候，我们大家那么诚心、那么专心的时候啊，就有很好的，因为大家的阿赖耶识的时候，我们所想的都是法嘛，对不对？跟着法跑啊！你不是跟着你的妄想跑的话，你们先跟着法去做，去专心去唱、去念的话啊，你虽然不懂意思都没关系，可是你所念的都是法来啊，因为这样子呢，变成我们发出去的电波是很。清净的啊，很高尚的，这一股力量呢一出去的时候啊，所有啊整个冰城的众生都会熏到我们这个修行的气氛，他们都会熏到。但是我们要发一个愿哦，熏到的人呢都能够发菩提心，他们早日呢都能够发大菩提心来修行，跟我们一起能够证到无生法忍啊，同入无生。证到无生法忍之后，才能够完全证到佛的智慧。所以我们修行呢，如果证到无生法忍呢，我们就有很回馈的，可以真正大做佛事，可以化身菩萨啊，变十方刹去度无量众生。当你得到无生法忍之后，那你再度无量众生呢，慢慢一步一步就把无明全部破完了，就证到佛的智慧。所以呢，我们要放 ultimate vow， 这个就是 ultimate vow。我们在供花，你说好不好？在供花的时候的发愿哦，我们这个花呢，我们做这个供养的时候呢，有众生，法界众生都能够熏到，他们熏到都能发菩提心，同入无生正佛智，他们都能够成佛。所以我们把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也希望众生也能够像我们这样。这样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你们不要只是说我自己修，我自己有生死就好了，爸爸妈妈不管，孩子也不管，哥哥姐姐什么都不管，不行的啦。你们吃素了，你也要度你的家人都吃素的，这样才对的。一定要希望他们熏到你的吃素的气氛，他们都会来吃素，然后呢都来学佛啊。如果你想要求生西方，一定要发愿，我的家人个个都要能够有善根，罪业消除，善根增长，他们都能够来发菩提心，欢喜念佛，求生西方，同生极乐世界。你要这样发愿，你自己想要去那边修行，你也要带他们去的。那我们要成佛，我们要带一些众生一起成佛，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常常把那个宗旨啊抓到稳稳的啦。不管做什么，你看呢，大乘经典里面呢，到了。你看《华严经》也是这样，菩萨舍他的头的时候，舍他的血捐血的时候，或者捐什么什么都好，布施给你一块钱都好，他都发大愿的。我布施给佛，有的菩萨很慈悲，割自己的肉给众生吃，割肉的时候不是给你白吃哦，他做什么不是帮助人做什么事情，他都发一个愿的。那我现在帮助你呢，什么发一个愿，愿你。及一切众生都能够呢，好像菩萨他有时候他很慈悲，他们因为已经证到无生法忍，不会痛的。他们有时候有众生真的需要眼睛，他不需要去医院动手术，他都有办法拔出来就给众生。可是他在布施眼，他就发大愿，我布施这个眼，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生生世世呢眼睛都很光明明亮，能够见佛闻法，这样子的哦。给你眼睛明亮呢，希望你呢能够见佛闻法，了生脱死，早成佛道。所以菩萨呢，他们就是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个愿，就说我的目的是这样，我希望对方也能够这样得到真正的好处。所以这个我是顺便提出来，因为《华严经》处处都有讲到这一种发愿的方式。所以你看我们这里也是亦复如是啊。萌心揭发菩提心，同入无生正佛智。好像之前如果你们没有听到这一场法，可能你们以前也要请客啊，请人家吃一顿啊，就是很平常这样子去做。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发什么愿去做，这样子去做呢，只是单纯跟人家结一个善缘哦，人家就会对你有缘，以后你可以度他，因为你跟他结了善缘，只是这么单纯。可是如果你再加上发愿啊，又不同。你会令对方呢，因为你不但跟你结了善缘，他会来修行，就是这一点。我可以给你们一个
释迦牟尼佛他们以前发愿要舍一千个身体，舍一千个身体，他发了这个愿呢，就经过很多次，很多次，每一次就舍一个身体就死了嘛，舍身为众生啊，舍身命为众生的话，要舍一个身体一千个，他舍到999个身体，只剩一个还没有舍。那时候呢，那一次呢，他就当王子、太子啊，快要做皇帝了。可是他没有兴趣当皇帝，他就去修行啊，就离家出走了。他就去深山了，找师傅了。他去深山就找到呢，有500个修行人在那边修行。他的老有一个老师，他就跟他学。然后这个老师已经开智慧有神通。有一天，他就对500个学生讲，包括这个刚刚来的王太子，太子还没有出家。那时候，那500个是出家人修道的，但是不是我们这种出家人啊，就是修道没有孩子没有太太那种出家人，好像外道的那种出家人，但是他们是修行人啊。然后呢，那时候就有一天呢，这个老师就对大家讲说，哎，我看到一个境界哦。我们是在深山，这个山底下，我看到有七只老虎，母老虎呢，跟它的6只小老虎，它们呢饿得不得了，那边抖。这个母老虎已经，它们没有食物吃，它已经饿到不能顶了，它快要怎么样呢？起一个念头要吃它的孩子了。因为已经不能了，可是他这个母老虎哦，他突然间呢想到说，我怎么可以吃我自己的亲生孩子？所以他就打算这个念头不吃，那边受苦受苦。啊，这个老师呢知道这个境界，他觉得这个母老虎不同了，跟一般老虎不一样，他有人性啊。人呢，你做妈妈的，你再怎么饿，你会不会吃你的孩子？如果你有母性啊，那种慈悲，你绝对不会。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老虎很有善根，他就问大家了：我们都是修行人，你们有哪一个呢？有一个心，发一个心可以舍身喂虎吗？问大家，没有人敢举手啊，因为给他咬老虎咬的痛得不得了，给他吃你的肉，一定死翘翘，一定很辛苦，谁敢去举手？哪里知道刚来的那个王子就举手了，太子，我要，我可以。这样子哦，他真的是目瞪口呆呀、啊！怎么他这样子啊？安迪来呀、啊？就这样子，他就去山上，就去先观察这个王子、太子，就先看山下、山岩下，真的给他看到了七只老虎在那边呢，快要死掉了。他看了哦，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心的不得了，他没有后悔自己刚才答应说要舍身。他一欢喜，那种欢喜比天上享福的快乐还要快乐，那种快乐哦。当他要舍，他突然一快乐起来，到快乐到死到他立刻震到无声凡人了。他立刻就想到，哦，原来我以前有发过愿要舍一千个身体，今次是第一千个，所以他开心的不得了啊。然后那个老师啊，500个学生啊，那些都来看他。那老师就很感动，然后说：“哎呀，我不如你，因为我都没有这个勇气去做。你是刚来的人，还没有正式出家，你都可以舍你的身来喂老虎。”他跟他讲说：“以后如果你成佛了，一定要度我，因为他知道他比他真心修行，比他精进，一定找他成佛。”然后这个太子呢，就那时候呢，他也答应，然后他呢就开始要跳下去的时候，他就放了多愿了哦。他说愿呢那些老虎能吃到我的肉，就会怎么样，一定能够很快离苦得乐，能够证果，能够成佛，能够什么什么，就放了多愿了。我看了我都很感动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道理，我就是看到那个故事，我就觉得，哇，原来他还没有跳下去，他有放这些愿的，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哦，释迦佛舍身喂虎，不知道他在舍身之前他有发很多愿哦，啊，然后他发完愿呢，他才跳下去，跟着那些老虎就抢着吃了，然后他跳下去就粉身碎骨了，那他们就吃他的肉，啊，这是大概这样的意思。总而言之呢，我们释迦佛呢，他舍一千个身，第一千个就是舍身喂虎。真的是很感动人的。然后呢，那个老师是谁？就是弥勒佛。
本来应该是他的老师应该找真佛，就因为他没有那么精进，他是真正精进，真正精进就是精进布施、精进持戒这样子嘛，比较精进，所以他找真佛。这就是说提到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说要发愿，就是一定要的，才会有成就的。你们没有发愿哦，你们修什么都好哦，那个都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但是呢眼睛没有开，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而你发愿呢，我一边走就是发愿，是开眼睛，开着眼睛走路会不会走错路？不会的。很多人呢学佛法没有开眼睛的啊，只会啊叫你来拜佛你就来拜佛，叫你听经就听经，听经为什么？拜佛为什么？来帮忙道场做事为什么？你要有那个清楚你的目标是为了什么，那个目标装稳稳，就是一直开着眼睛。哎，目标装稳的时候，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你也不会难过的，因为你知道你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就好像哎，张哥了哈，今天你来煮饭了哈，煮焦了嘛，所以一定骂你一顿了嘛。你怎么今天这么糊涂啊？浪费了青春常驻，一骂你会难过，一般人会难过，可能退心，以后我再也不来煮了，我不放心啊。这是一般的。可是如果你来煮饭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成佛，我必须要广修供养，做各种的事情哈，来源修福修慧嘛，才去做。那目的是为了成佛。那现在遇到这个困难呢，我不是为了给人家骂一顿而来煮饭的，你要搞清楚。煮饭不是为了说来给我骂一顿的，我就不煮饭而来煮饭的，你要搞清楚。为什么来煮饭？是为了那个。因此呢，遇到很多的障碍的时候，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们不应该哎呀烦恼错了的，不应该的，应该要知苦，更应该知道哦有罪，一分苦是一分罪。你觉得你今天很苦，有人障碍到你很大，你就知道你的罪很重。你过去是一定常常障碍人家学佛，所以现在呢你障碍特别重，你更应该要惭愧忏悔啊，感恩感恩，那个人骂得更厉害，表示我的罪呢消得更多了。应该这样去想，有什么好难过呢？不需要这样子的，你就欢喜还债，欢喜还债，很快你的业消了，你就可以修行了。啊，那我只是这样子带过了，顺便讲，就是说我们要有目标，眼睛要张开，我是为了什么而来的？是为了成佛。成佛的话，给人家骂也没有关系啊，我不是。为了不给人家骂而学佛，对不对？你们这是为了不给人家骂才来读的，不是啊？不是为了这个，所以给人家骂也不要紧啊，不是为了这个的嘛。啊，你目标搞清楚呢，你会觉得说你的 attention 不在于人家对我好不好，你 attention 在于说我现在有没有念佛、念法、念身，我有没有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我有没有念咒，我去念它干嘛？对不对？所以要常常拉回来你的目标，这样我们呢才可能不退心了，不然学佛很容易退呀。我们现在唱这个好了，大家唱来。最后这个，愿自沙摩尼。Thank you.
个香花银变满十方界嘛，哈、哦，这些香花银呢是要来变满十方界去供养一切佛法跟菩萨们，还有谁呢？还要供养声闻众，因为菩萨声闻是贤圣身，菩萨是圣人，圣人是贤人，及一切天仙是什么呢？所有的天仙，这些天仙我们要供养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比我们高一层的众生啊，哈。一起光明台啊，这个英文。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是说我们的香花银能变成光明台，可以呢飞到很多地方去，无边世界去。那能够在无边佛度那边呢，供养十方诸佛，在那边他们的场所都很庄严，变成很庄严，因为我们去供养了，变去庄严那边的道场，所以他们可以受用做佛事。然后呢，能够普济诸众生，能够发菩提心，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一个summarize。然后这一段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其实到这一段呢就已经供养完了，明白吗？所以呢，按照南无宝忏的话，应该那个南无宝昙花菩萨哈，是应该在那一段的，就是普济普济诸众生皆发菩提心，南无宝昙花菩萨，南无宝忏是这样。因为到这里你就做完你的供养了，然后接下来这两首的偈颂呢，那容颜甚奇妙，光明照世间，我是成供养，就是供养完了之后又在赞叹。赞叹谁的容颜呢？佛啊，佛的容颜很奇妙，他们呢所放出来的光明呢到十方。我刚刚才做了供养，我现在又来亲近佛，对不对呀？因为我们呢刚刚做了供养十方诸佛，难道就离开吗？不是啊，我们还要亲近佛，在怎么样听佛讲经说法啊，跟佛求忏悔啊，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又再来亲近佛。而这首偈颂是来自于《法华经》那边的，等一下跟你们讲故事，你不要听，还是要等下一次。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等师品第23哈，就有讲到这个偈颂，这是从那边截录进来的。我们来一起共读这个经文哈。十秀王花菩萨白佛言：世尊，药王菩萨离合琉璃娑婆世界？世尊，是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那由他难行苦恨，善哉世尊，厌少解说。 OK， 在这一品里面，秀王花菩萨呢就对佛说：世尊啊，药王菩萨呢他为什么会来到娑婆世界？然后呢他又说，药王菩萨呢，他我们都知道，因为秀王花菩萨也是菩萨，菩萨问菩萨，就其实是为了众生而问的，就是说，药王菩萨我们都知道，他有行很多苦恨，难行的苦恨，不是一次行苦恨，百千万亿那由他吃的苦恨，善哉世尊，厌少解说，希望佛慈悲吧。跟我们讲一点点有关药王菩萨过去世所修的苦恨。记得，时佛告修王花菩萨：乃往过去无量劫，眼恒河沙劫，有佛号智月，净明德如来。OK， 这个是应动正编之无上士，什么呢？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OK。现在呢，这时候我就告诉秀王花了，哦，你要知道以前药王菩萨做什么行什么苦恨，我跟你讲，在过去无量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现一世，他的法号叫日月净明德如来。继续读，其佛有80亿大菩萨摩诃萨，72恒河沙大声闻众，佛寿42000劫。菩萨寿命一等，彼国无有女人、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等给予诸难，地平如掌。佛继续说哈，日月净明德佛啊，他有多少位弟子呢？他有80亿大菩萨摩诃萨的弟子，还有72恒河沙的大阿罗汉，啊，大阿罗汉无量无边，72恒河沙那么多。那佛的寿命很长哦，不是像释迦牟尼佛80岁，他
它的寿命呢，特定佛的寿命有42000劫，也不是42000年哦，2000劫、啊。菩萨的寿命跟佛一样这么长，那个国家、那个世界没有女人，没有三恶道，没有种种灾难，那个世界呢没有山，地都很平的，不会凹凸不平。琉璃所成宝树庄严，宝藏覆上，垂宝花般，宝瓶香炉都遍国界，七宝为台，一树一台，其树去台，尽一见道，此诸宝树皆有菩萨声闻而作其像，诸宝台上各有百地诸天坐天祭月，歌叹弥陀以为供养。 OK， 就是说这个世界真的很庄严，它的地上呢是琉璃做的 crystal 玻璃这样子。宝树庄严，有很多树，不是木的树，是宝贝做的树。然后呢，树上又有宝藏，然后又有很多花啊、幡啊，还有宝瓶啊、香炉啊，整个世界都是很庄严的、然后树下都有很多菩萨在那边打坐的。然后呢，天上呢会常常奏很多音乐，在赞叹佛来做供养，所以这个世界呢，当时是非常庄严的世界。然后我们继续读，时彼佛为一切众生及见菩萨及众菩萨诸声闻众说法华经，是一切众生及见菩萨要习苦恨，一日夜尽明德佛法中精进精行，一心求佛满万恶千岁矣。得现一切色身三昧。 OK， 那一尊佛日夜净明德佛啊，他 为大家讲经，讲法华经，为谁呢？有一个菩萨叫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这个菩萨是所有众生都喜欢看到他的菩萨，他为他说法，还有为菩萨们说法，阿罗汉说法，讲法华经。可是这么多人在听经，最精进的就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本身是喜欢修苦恨，他就是在日夜净明德佛法中精进精行修行，每天都修行在用功，一心呢求佛满2000岁，12000年这样子精进修行啊，就听法华经来修行，结果他就得到一种三昧，叫做现一切色身三昧啊，现一切色身三昧。OK。这个就是讲药王菩萨的过去式，他就是叫做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一听的法华经，用了12000年这样长的时间修，就得到这个现一切色身三昧。他得到三昧之后，心大欢喜，非常欢喜，就这样想：我得现一切色身三昧，皆是什么？得闻法华经历，我今当供养日月净明德佛及法华经。OK。这是报恩啊，他自己跟他得到这个三昧很开心啊，他就对自己讲：哎呀，我今天得到现一切色身三昧，都是因为我可以听到法华经，我才可以修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应当报恩，我要供养日夜净明德佛，我要供养法华经。所以他得到这个三昧，他立刻入定哦。哎，他一入定的时候，虚空中啊就下了很多很多花啦，大白花、小白花，还有很多细末的尖黑斑檀香，充满虚空里的供养品就出现。它这个是真正的，一想就现出来了，不像我们想的不知道有没有出来不知道，可是它有入定哦，它真的能够现出这些东西来，就而且还下了很多斑檀香，孩子按斑檀香，这种香是很难得到的，它都有办法现出来。这种香六珠就是一点点而已哦，就 very very expensive， 很贵啊，价值等于一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都贵哦，你们槟城都贵，你的家都贵，你的几百万啊最多哈、可是整个槟城都贵，整个马来西亚地球又都贵，整个娑婆世界的价钱有多少啊？你单单有得到这种斑檀香六珠，它的价钱呢、就等于整个娑婆世界的价钱那样。他可以现这样好的东西来供养佛，可是做完这个供养之后，他就出定了哦，从三昧出来，他就对自己讲：我虽大家读，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即服诸香、斑檀、熏露、兜罗婆、碧丽加、沉水焦香，又引丹佛诸花香油满千200岁矣。
香油涂身，于日夜净明得活闲，以天宝衣而至长生，万诸香油以神通历练而至然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同施善言：善哉善哉啊！什么呢？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OK， 我解释呢。他用神通现很多香啊，他就出定了，然后他对自己讲：我虽然是用神通力量呢来供养佛，我不如用我的身体来供佛，那才是真心的。所以他怎么办呢？他要燃身供佛。什么叫燃身供佛啊？不是你们说老师我要燃香可不可以？那个不是燃身，那是燃香啊。既然是燃身哦，他怎么燃身呢？到的啦，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看以后可以做得到，无生法忍之后就可以做得到，有三昧就可以。他怎么样去做这个供养呢？他哦，开始喝香香水，喝种种香水，香末啦、旃檀香、熏鹿香、斗罗佛香、毕加香，总之当时那个世界有很多种香啊，他就吞下去哦，吃很多香啊。香哦，吃了很多香了之后呢，又喝什么呢？又开始喝什么？三国诸花香油，又喝很多香油哦。经过多长的时间这样子服那些油啊？1200年哦，一直服香，你们觉得奇怪不奇怪？为什么会死呢？不如我们的话，吃到这种东西呢，就要去洗肠胃了哈、哦。但是他就很妙啊，他是菩萨了。他满要表示他的神经啊，因为他不希望我色身肮脏嘛，要给他变成干净的香啊。然后呢，就用香油涂他的身体。这时候他就去到佛前，用佛到了佛前，他就用天上的宝衣，因为他有神通，他用天上的衣服呢来缠自己的身体，缠完了之后就开始灌香油，又在喝香油，然后用他的神通力呢烧自己。一烧的时候，哇，他的身体又有很多香油啊，放大光明，那个光明不是照整个冰城，是照多远啊？80亿恒河沙世界，不是照整个娑婆世界，照十方有多少个世界呢？80亿恒河沙世界。那时候呢，哇，这些世界的佛门啊，个个都说什么？大家读啊。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每一尊佛都说太好了太好了，英文 good indeed good indeed good man, this is true vigor, this is truly making offering to the Dharma by using true Dharma。 就是说这个才是真正供养，他是供他的身体，是等于做什么布施财师，对吗？但是呢也变成是法，用真法来供养，因为它是真心的，就变成法供养了。因为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好，这是最大的供养。然后佛又讲什么话？十方诸佛讲什么话？大家继续读。若以花香、璎珞、烧香、墨香、涂香、天真方盖及海尺岸、旃檀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所不能及，假使佛成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师，一诸师中最尊最上，以法供养诸如来故。 OK， 好，我先讲哈、就是说佛十方诸佛80亿那由他多少80亿恒河沙世界的佛门，他们说假如众生是用花来供养啊，香来供养啊，璎珞啦、涂香、烧香、墨香、翻盖啦、即使你能够用到那个价值像整个娑婆世界这么贵的名贵的香来供佛都好，这种种供养都比不上燃身的供养。而且假如你能够舍掉你的国家、你的城市，舍你的妻子来布施，都比不上燃身的供养。所以他说善男子啊，你所做的布施是第一的布施，所有的布施当中你所做的布施是最尊最上，以法供养诸如来故，因为你真正是用法来供养如来。 OK， 十方诸佛讲完这些话之后呢，他们是精进了。然后这位善男子，这位菩萨呢，
续烧，它不是烧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好像我们死了，人家烧我们可能几个小时就变灰了。可是这位菩萨，他的身体啊烧了多长？1200年，烧那么久啊，在供佛供了那么久，1200年啊，他的身体才完全烧成变成灰了，这么长。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呢，做了这个供养之后，他就死了嘛，当然了，舍身嘛，就死。死了之后去哪里呢？他又升到日夜净明德国的国家里面去，然后呢是生在净德王的家做王子，他去做王子。他一出世，他就会结跏趺坐，知道吗？他一出世啊，就双盘，然后呢就化身出来了。是同母胎呀、啊，那个不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出世嘛，他是化身的。然后他一出世呢，他会跟他父亲讲话哦，跟父王说，说什么啊？大王今当知，我今行彼处，即时得一切现诸身三昧，勤行大精进，舍所。大家可以读这个偈颂，大家读这首偈颂。大王今当知，我今行彼处，即时得一切现诸身三昧，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他就一出世就跟他父亲讲话，他说：“大王啊，你应该知道啊，我刚刚是从净明德王佛那边来的，我在那边刚刚得到一切现诸色身三昧哈，一切色身三昧，我在彼佛那边精进修行，舍我最疼爱的身体给佛啊，我供养佛啊，所以呢，我是为了为什么要舍身？我为了求无上慧而舍身。”说完这首偈颂，他就对他父亲讲：“日夜净明德佛还在人间，我刚刚供养佛之后，就得到这个。”得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然后呢又听《法华经》，有8,000,000,000那由他增加罗频陀罗等等的偈颂，然后呢他又说什么呢？大王，我现在还要再去供养这尊佛。他讲完之后呢，他就立刻爱有神通嘛，所以他虽然这样死了，他立刻还是做菩萨的。他坐在七宝塔上，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多罗树是很印度最高的一种树，它高7倍啊，比这个树高7倍，然后就飞到佛那边去，他就顶礼佛去找佛了。找佛了之后，他就讲这首偈颂，大家读：龙颜生奇妙，光明照四方，我是尘供养，今复还清净。OK， 就是我刚才跟人讲从这里来的。我们看回这里，然后说，大家读：说是记已而白复言，日夜净明德佛，今复现在，我先供养佛已，得解一切众生以言陀罗尼，故闻是法华经，8,000,000,000那由他增加罗频陀罗阿什么佛忘记了等记，大王，我今当供养此佛白已。OK， 好。他意思是说，他跟他父亲讲，我是刚刚从佛那边得到三昧，然后我舍身才来出世做你的孩子。我跟你讲，他说我呢，刚刚呢是听佛讲《法华经》，我就得到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就是我能够了解一切众生的那个能力。一切众生讲什么往来话、印度话啊，什么日本话，我都可以明白。然后呢，因为这样呢，我又听佛继续讲《法华经》，那时候是讲的是很大部的《法华经》，很长很长的，所以他跟父王讲完了，说我现在还要再回去找我的佛，我的师父，所以他又去见佛，一见到佛，他就用这首偈颂来跟佛讲，好，就是说啊，佛啊，你的容颜是最奇妙，你光明照十方，我刚刚才供养你，我现在是卑鄙，但是我又再来见你了，我又再来见你，我要再亲近你。这个意思，所以你们要看拜莲花宝忏啊，或者是拜这个三昧喜忏哦，都有这个龙颜胜奇妙。在我自己，因为我们有看《法华经》，有诵《法华经》，诵到这里，我以前没有诵的之前，我们拜莲花宝忏就是这样唱过去。后来一诵到《法华经》，龙颜胜奇妙，哇，这里。
我们佛经里面呢，真的很妙的。我不晓得你们听得觉得妙不妙呢？这一段呢、啊，也就是我们的智者大师天台宗的祖师，第一代祖师，他是专门研究《法华经》的。他说《法华经》送到这个地方，善哉善哉，善人子是真供养，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读到这边就入定了的。诵经诵到这里入定了，就见到什么灵山会还在演说《法华经》，释迦牟尼佛到现在还在讲《法华经》，还没有散啊，法会还没有散啊，他看到了，那必须要入那种定才可以，他是入一线陀罗尼的定才看到。我们没有这种定，我们就以为如果你去朝那个灵鹫山，好像空空洞洞，没有人在那里了。其实释迦牟尼佛在那边讲《法华经》的，哦。所以这个是说一年成熟，真到极点，有一天你就可以不用贪的，只要你老老实实一直熏修大乘法，总有一天你就轮到你的了。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这一趟呢，我们就是讲到供养，然后呢，上卷的入忏文呢是等下个月才讲，下个月10月9号。10号、11、12，4天晚上，礼拜一到拜四。好，再见，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